算一下，我去庐山山还差多少钱？手机居然没电了，你说是不是很离谱？肯定坏了它，它肯定坏了。20:07了哎，还行，我20:07了。我是男人哦。差9万，我靠！产生质疑，那我只能是男人了呀。先分享。我别让他。谢谢关注。这个也太美了吧！谢谢爸爸，难道你终于分手了？无敌呢？大家欢迎下榜单中哈，喜欢主播的可以点点关注，卡一下单排哦。发量增多了，谁说不是呢？先分享。谢谢灯牌啊。有这样的老婆，兄弟们几个回家不回家？谢谢关注，不回家，不出门，不回家。谢谢关注，我们方便宝宝们可以加一下灯牌，能把赞在网上戳一戳再赞，好不好？以为是洋娃娃，怎么那么会夸人啊？天生健身圣体是吧？好，晚点我也要开始健身了，保养自己。现在太懒了，有这样的老婆就有更好的野花，说的有道理。哥们儿，姐给你亮灯。以为是洋娃娃，怎么那么会说话啊，宝宝？
啥是酒精生啤梨？就是有九个头。谢谢大家关注，娘家富民非诚勿扰。谢谢方清。谢谢苹果十六什么时候出啊？我这个手机扛不住了，赶紧要换手机了。谢谢关注。谢翻墙，你好，你们好，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谢谢关注 ，Let go, Let go, Let go。今天周六，好美，好喜欢，哦酷，二十一了，今天要 ，Good， 谢谢大家关注，哒哒哒。谢谢大妞的境界灯牌，谢谢关注。